这里要502房号，21年前，现在22年前，邓丽君来来回回去这里，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我见过她。1993年，两个月；1994年，全年到1995年，5月8号，三年前，这里我的门送给她吃饭，送给她鲜花。鲜花，他喜欢百合花。送给他水果，水果他喜欢的芒果山竹。邓丽君他用的门，他就去过那边。对了，现在22年前，地毯、电视，我们换过了，沙发桌一样没有变过。OK， 面请，请随便拍，请随便看，慢慢来参观好吗？好吗？Yeah, focus VIP.